丰收啊，你这骨烂的，骨要吃痛了。不要叫我吃嘞，俺俩亲外可是不呀？不是少强的亲妈，不是少峰的亲妈，有必要这样颐指气使的吗？你在动啥？你别动，你就较乖。你那是你也应该嘛。我就只好跟你谈起本数字，向你百张探子。三点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侵害无至于玩借监护权，你那是无经过侵害同意就该重到，就算是绑票啊。那不是你才是好心共款，规工黏在侵害监护边，我够不爽安尼做。你是问讲，即马这个制程不是真正制程？我嘛希望是我家己伤过敏感，啊，不过哦，即马足侪人想上业界的事业，我就要加说你啊。不管什么理由，你若无去就是无去啊，这有什么好解释啊？看即马吼，是不是我的重点有够重要？那真正重要吼，该等下我到上，再回信嘞。来，我二嫂，姐，我太太，阿姨，温志成两个人在家里顾阿妈，怎么还把他老人家顾昏倒了？我要买一挂营养的，阿妈补身体，我来去吃饭一下，你过来去。这家家都抓不住，不要让照顾人，你给他抓回来。你平常是不是这么爱的？给他哪一件眼镜啊？是不是你好爱？跟玉婷无关，跟你莫为难伊啦。我刚才爱我妈妈，没代志。那么我嘛是一个罪人。